电影大好咯。航海王的剧场版电影在台湾冲破1.75亿的票房，这一次饮料业者推出联名杯的合作，一共多达27款，要来给粉丝一次做搜集。纸质条纹杯身，每个角色都有专属颜色，全系列排开超拉风，搭配专属环保提袋，相当吸睛。电影8月就上映，如今还有院线热播，不少人都是冲着鲁夫的启蒙导师红发杰克一连好几刷。这次的联名商品，我们与航海王联名，希望借由联名活动带来增加3-4成的新客。抢当草帽海贼团，还有这角色扑克牌，一共2款，只要到店内消费就能以加购价方式带回家。吸睛联名还有这款透亮饮品依序装杯，外层印上当前最夯贴图我不是胖虎，包含存钱筒、吊饰、地毯，周边一次推，为因应北市12月1号起禁用塑胶杯，业者也特别选用材质。这次刚好有搭上这一次活动，因为公司借由这一次政府限塑的活动，那我们这一次胖虎的联名都刚好我们是使用的是纸杯，使用的频率很高，因为政府又有就是减5块钱的环保杯的折扣。买多次研究，其实那价格还蛮惊人的，不小补。对对对。一般来说，纸杯比普通塑胶杯贵了70%，但业者透露还是要看选用材质，虽然成本异动，但目前暂无调整打算。TVBS 新闻董旭、张柏君台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